叶绍龙，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第九代刀子辈传承弟子。我今年23岁，来自广东。那我从小在福建长大。咏春拳呢，起源于明末清初1623年，至今有398年的历史。它的创建者是一位女性，叫五梅师太，我们尊称她为五梅师太，原名叫做朱红梅。那么咏春拳的理念是什么呢？用最短的时间、最省的力量、最快的速度来达到最好的效果，这是咏春拳的特点，叫快、劲、狠、准。武术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什么？通过练习来了解自己，跟身体做自我的交流。那身体是我的，对吗？我可能我想让它动，它就动；我想让它做什么，它就做什么。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，或者从来没有想过，你只是具备了控制身体的一些大框架的一些功能，你并不能够去控制你的每一块肌肉，你的每一次的一呼一吸，你身体的感官，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通过练习来达到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第八代的代表性传承人，郑祖杰老师，是我的师傅。现在您又在北京承担起这个国家非的一个传承责任，确实也希望您能够以高标准和要求高的要求去做，是吧？是。在传承方面，还是要兢兢业业。就师傅给我的感觉，就是一直都是像一座大山一样，就是它很稳，但是就是你就是无论其实就无论我走到山的哪一段的抬头，就是其实那个山的峰，其实山峰是没有变的。那么来了之后呢，就是我需要独立的去面对更多的事情，然后让自己各方面都有更好的成长和发挥，需要考虑的想东西更多。那么我可能也需要有这个需要被我去保护的人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段的这个成长或者每一段的历练，都是为了让自己不断去前行。是，我觉得咏春拳吧，就是可以让我就是坚持的那个做一件事情。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非常用心的教我们学习。从生活的角度，或者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师父是这么告诉我，每一位的咏春的弟子，在练完咏春之后，或者说在通过咏春了解了自己之后，你会有一个做人的底线，做人做事的底线。你应该知道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像给更多人去传承，让更多人去了解咏春。其实很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单单只教拳法，而是希望你对人生也好，或者对你的做人做事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提升。以攻为守，以进为退，万法为一法，一法破万法。
念头为入门基本功，主要练习上中下结为一体，内练气外练心，讲究拳打心口出，力从膝盖起，马步讲究男扎三角前腰马，女扎三角前腰马。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练武术，我练武术来说对我有什么帮助？对于这种快餐时代，大家理解就是我付出我马上就要得到回报，但可能很多传统的武术也好，或者是传统的一些礼仪礼节啊，它是需要慢慢的去养成的，慢慢的去熏陶的啊，而不是马上我就能回到，但是它能够带给你的受益是终身的，是一辈子的。